喂，宝贝。你好啊。我在拍照片。拍什么照片？我在杭州拍风景大片。你跑杭州去啊？对呀、啊，我来旅行，和我爸妈。怎么啦？谁啊？虞书欣。哇哦。哇哦。怎么啦？没有，想你了，给你打个电话。你怎么声音这么 man 啊？哎，那个，你什么时候去痕迹啊？7月底吧。行，等你过。哎哎，你跟哎我那个昨天，你嘴巴也在吃什么？谁笑得这么疯癫？什么东西？周深，周深。Hello， 星星子。被你在杭州啊？我过两天去杭州。你找我玩呀？好呀，好呀。你们已经在录了吗？我们在录着呢。对，你上节目了。我上跑男了。我终于上了。那你们录吧啊！拜拜。白鹿吃了多少？这个游戏有开始过吗？好了，我得罪了这么多人，也该。儿子，他给你设的。你打给谁？郭麒麟。喂，在干嘛呀？录节目呢吧？录节目呢吧？你在干嘛？就是我们这边在征集一些故事什么的。好，征集故事，我正工作呢。啊？那怎么接电话？休息啊，这不是刚拍完一条，这会儿跟这儿等着人家那个换机位吗？这么巧吗？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？就是那种，有趣的故事。你怎么了？你刮胡子的是怎么着？对，你说一下你有趣的故事吗？我的哪个故事没有趣啊？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你的这个铃声是什么时候设的呀？我这一打过去就是被您叫儿子。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父慈子孝的这么一个铃声，我就觉得一听这个就我心情愉悦。那有没有什么时候可以让你爸爸打个微信电话，一听就是儿子？喂，哎，我，哎，我，嗯，喂，喂，哎，喂，喂，哎，喂，怎么你掉井里了是怎么着？信号这么不好？喂。没事，老说的一头雾水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婶婶，现在你是被绑架了？然后你再说一些个很怪异的话，希望我能够理解你现在的主调。好，你笑什么？怎么了？吃饭呢？吃饭呢？好的，谢谢。我直接来。